网友又发来一堆石头啊，里面什么情况都有。刚才我挑出来了一个，跟网友们分享一下，因为这一块的话，看起来是有一点点表现的。这块石头呢，虽然说敲了两个口，都发现有红色的表现，但是从这个敲口可以看出，它不是很平的那种，它有点起那种颗粒感的感觉啊，就是说它的肉质不是很细，它这种没有玉化度。这个小口的表现感觉还行，这边这个大口的表现看起来就不理想，它外表看起来也是很光滑的感觉的，表皮没有小孔的表现，只有这边有几个小孔。这个料它颜色也有，主要是看它里面能不能达到干净度，如果能达到干净度的话就能取到料子，如果达不到干净度的话又是扔掉啊。好，我们给它切一刀看一下吧。刚给它切了两片下来啊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这个开口是红色啦，然后里面到底怎么样，我们来漏个光。哎呀，发现里面出现红色的表现了啊。好，来了喂，刚才一刀下去美食的一瞬间啊，哇塞，直接开出了一个大红的料子。这个石头难以想象啊，它里面这么红，再来一刀里面还是这么红啊，但是它里面的裂还是有啊，不过这个肉还是很干净哦，它并没有那种很杂乱的现象啊，就是上面的线条有点多，它这个不是裂，然后现这一道就是裂，跟这边这一道就是裂了。它这个打灯的话可以说没有透光，也可以说有一点点的透光啊。大家觉得这个料子怎么样，评论区留下你宝贵的意见啊。农村小哥讲石头，感谢你收看小哥的视频了。